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三章运算方法和运算器。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向大家介绍浮点乘除法的基本过程，当然我们以乘法为主来进行介绍。那么通过这一讲的学习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浮点乘除法的基本过程。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在典型 CPU 中实现这个浮点乘除法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单元，并且讨论有关浮点运算一些容易产生错误理解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浮点数的乘法来说，我们要一般来说呢，要遵循这样五个步骤来进行。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两个数相乘，指数相加；第二个呢，就是尾数来进行乘法；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得到了结果之后要进行规格化，规格化的过程中呢，要判断溢出；第四个呢，就是舍入。最后一步呢是确定符号位，因为我们说我对于这个浮点数来说，它的这个尾数呢是用源码来表示的，所以我们要专门来确定一下符号位。浮点乘法的算法，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流程图来描述。第一步呢，就是求两个数的阶码的和或者差，两个数阶码的和或者差。第二个呢，就是对它这个尾数呢进行相乘。第三个呢，就是对结果进行规格化，和我们之前学习过的浮点加减法之后对结果的规格化一样。这个地方的规格化呢，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因为它规格化呢，它涉及到这个一位的位数可能有多位。但是规格化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个，就是在规格化的过程中，每当我们修改了阶码之后都要判断溢出。那么最后还有一步，这个和之前看到的浮点加减法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什么呢？是确定它的符号。对于浮点乘除法来说呢，我们要掌握的第一个基本要点呢，就是它的具体的步骤。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描述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求阶差，第二个是尾数进行乘或者除。那么浮点的尾数呢，采用这个源码数的这个乘除法。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判断两个数的这个符号。那么既然源码数呢，我们和源码数的乘除法这个符号是一样判断的。接下来呢，就是对这个结果呢进行规格化。那么我们按照步骤四来进行。如果尾数的高位为零，那么就应该需要左归。那么左归的时候呢，就是尾数左一位的尾数左一次的话，阶码就应该减去一。这个呢，我们是用加上负一的补码，用这个转换成加法来计算的，直到呢尾数的最高位为一。如果说尾数的最高位有进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右移。那不管这个左移还是右移，每做一步，就每移位一次，阶码变化一之后都要判断是否移出。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了，对于这个乘法运算来说，结果呢最多会左归几次，那么如果要右归的话，最多要右归几次。这个我想这个结果很容易理解啊。对于这个乘法数来说呢，它不需要左归，那么最多右归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数相乘的话，这个时候，这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两个在位于一和二之间的两个数相乘，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它是不是需要左归。因为这个结果呢是不会小于一的，所以不需要左归。而对于右归来说呢，这个结果是在一和四之间，所以呢可能需要右归，而且右归呢最多右归一次。这个我们前面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对于除法呢？到底要左归或者右归几次呢？对于除法来说肯定需要左归了，就有可能是会需要左归的，但是这个次数呢是不确定的，那要看这个除法的这个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而右归呢，这是不需要右归的，那么道理呢和我们之前分析的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尾数得到结果的尾数比规定的位数要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舍入问题。舍入问题我们之前讨论过了啊，我们在这儿就不详细讨论。如果尾数是零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把指数呢也置成零。
那么至于对解码的这个溢出的判断规则，我们在这儿稍微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注意一点就行了。解码数呢是一个乙码数，用乙码数来表示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乙码数这个表示范围来确定它什么时候溢出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解码的和和差我们怎么来求。这是这个浮点数乘法呢乘除法要做的第一步。我们假设呢 EX 和 EY 分别表示两个操作数的解码， EB 呢表示结果的解码。那么对于这个解码加法的这个运算公式呢是这样的，就是 EB 呢等于 EX 加 EY 再加上129，那么这个是磨这个2的八次方的。它具体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呢？我们来看这个蓝色的这个公式。那么它是127加上11再加上12。那么经过调整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11和12呢都转换成11的乙码和12的乙码。然后这个时候呢要减去127，前面这个127加1和12呢主要是1加12的乙码。那么减127呢可以把它变成加127加负的127的补码。这个加负的127的补码呢就是这个100000001，正好就是129。那么类似的呢，我们可以推导出乙码减法的运算公式。那么推导出解码减法的运算公式。那么一减一二的这个乙码呢等于127加上一减一二。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调整，可以变成127加一减去括号127加一二。这个时候多减了个127，所以还要补上一个127。那么第一部分127加一呢就是一的乙码。第二部分呢 ,127 加12呢就是12的乙码。那么这个12的乙码呢，我们这个减法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加上负12的乙码的补码。变成这个。那么结果呢就加上这个127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乙码减法的这个运算公式。好了，知道了这个运算公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是怎么来用这个公式的。假设两个操作数呢解码分别是10和负5，我们来求一下两个解码的和和差。那么按照这个公式呢，就是 EX 是127加10，就计算出了 X 的就是解码的乙码，那么是137。 EY 呢是127加负5，那么就结果是122，所以这两个 EX 和 EY 我们就得到了。然后呢得到 EY 之后还可以计算出负 EY 的补码，那么把 EX EY 还有这个负 EY 的补码带到上面的公式，我们就可以算出当和的时候呢 EB 是 EX 加 EY 再加上129，那么这个时候磨掉2的这个八次方的话，结果是132。那么132是一个乙码数，我们把它转换成真值的，转换成原码数的话，减去127，所以呢，减去127的结果是5，正好就是这个10加负5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要计算两个解码的差，那么就是什么呢？EX 加上负 EY 的补码再加上127，当然结果要磨这个256啊。结果呢我们算出来是142。142呢也是个乙码，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原码之后发现呢减去127之后结果是15，正好是10减去负5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公式就这么来运算就可以了。但是别忘了，我们在用这两个公式之前，我们先要把相关的数转换成乙码数或者说补码数，要做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在进行浮点乘除法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导致溢出。那么导致溢出的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说在左规或者说右规的时候，对这个解码呢进行调整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发生溢出。那么左规的时候呢，会对解码减一，减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加上负一的补码，也是把这种减法都转换成加法来实现的，借助这个
补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来做的。那么左归的时候呢，每次我们要对解码减一，所以我们先判断一下解码是不是全零。如果是全零的时候，那说这个时候解码已经下意了，那减一之后自然也是下意的，所以呢就不做任何处理，就触发一个溢出的这个异常，下意的这个异常。那么如果大于零呢，我们把解码减一之后再判断全零，如果是的话是全零的再判断下意，我们可以这样来做。而右归的时候呢正好相反，我们先判断解码是不是全一，如果是的话就已经上意了，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再加一，然后再判断是不是全幺，是不是上意。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的好处就先判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做那个加法了。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理解可能不一样，就比方说判断完了之后，你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比方说对于左归来说，对于这个例子，对于乘法来说，因为左归和右归只有一次，对乘法来说，没有左归，右归只有一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右归来说，我们就这么来判断，就是说先判断一次，就是说如果已经上意了，我们就不再做那个加法。而对于除法来说，因为左归可能要进行很多次，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判全零的过程呢，每次都放到下一步开始的时候做，对于最后一步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可能这样更省事一些。那么具体在做这个乘法或者除法运算的时候，我们是这么来判断的。如果 EX 和 EY， 就刚才公式里面 EX 和 EY 的最高值都是一的话，那么如果 EB 的最高位呢是零，或者 EB 为全幺，这个时候呢解码就上意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是这个解码的相加法。那么它们两个数的最高位呢为幺，就表示两个正数相加，那么结果的最高位为零呢，就表示结果变成个负数了，那这时候肯定是溢出的，符合我们之前对溢出的一个分析。如果结果是全幺呢，就表示这个时候结果正好我加出来是127，也是一个溢出的情况。那么如果 EX 和 EY 的最高值呢都是零的时候，就表示两个负数相加，那这个时候如果 EB 就结果的最高位变成了幺，就说明什么呢，结果变成个正数，这肯定是溢出了。或者说如果这个时候结果为全零，就正好是负的126，所以呢我可以根据这两个情况来判断。实际上我们发现呢，就是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于什么呢，非常适合于硬件实现。我只需要把这个进行加法运算的倍加数和加数的最高位以及和的这个最高位提出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逻辑就可以了，判断他们是否是这实际上用那个一个语文三书的语文就可以实现第一个条件。而对于这个后面这个条件呢，用两书的语文再加上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规则是非常适合于硬件来实现的。那么类似的呢，对除法运算的时候，在计算两个数这个两个解码的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总结出类似的规则。就是什么时候会溢出呢，第一种条件就是一个正数减一个负数，就是 EX 的最高位为 1,EY 的最高位为 0， 但是结果变成什么呢，结果的最高位为 0， 就是你正数减负数，结果还得到一个负数，这时候肯定溢出了。或者说呢 EB 为全 1，减出来的差就是127，这个时候也会溢出，这时候是上溢。那么类似的呢，我们还可以写出接下来一行，我就不详细说了。看一个例子，如果 EB 呢是00000001，那么左归一次之后，那么得到的解码是什么？左归之后我们看看，左归之后是要减一，对吧？减完一之后呢，这个数呢变成零了，那么解码呢肯定是下意了。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 EX 呢是11111110，EY 呢是10000000，那么在乘法运算的时候，这两个数应该相加的，那么结果 EB 是多少呢？我们把这两个数按照之前介绍的规则加到一起，后面还要补上一个129，我们发现呢结果为全幺，这意味着什么呢？
解码上亿，意味着解码上亿，它符合哪个条件？就是 EX 和 EY 的最高位都是一，最后产生的结果呢为全幺，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好了，关于对这个浮点乘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呢，我们就讨论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浮点乘法呢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就是说有些问题，比方说源码数的乘法呀，还有这个我们怎么进行这个规格化，怎么进行舍入，我们在这儿好像没讨论。实际上这个过程源码数的乘法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那么介绍这个乘法运算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而这个规格化和这个舍入的判断我们在上一讲介绍这个浮点加减法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那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直接就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了。那么两个浮点数很熟悉吧，上一讲才介绍见过这两个浮点数，一个是 0.5， 一个是负的 0.4375。 那么我们做乘法，首先呢还是把它们都转换成浮点数的这种表示方式，尾数呢用二进制的源码数来表示，然后这个解码呢用这个乙码数来表示。那么指两数相乘，指数相加，加法的结果呢-3。那么然后尾数呢相乘，尾数相乘呢乘积是 1.110000，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乘积呢是 1.110000 乘以2的-3次方。这个数是一个规格化的数，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做规格化了。而且解码为-3呢意味着什么？这时候没有一出。那么舍入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在因为最低几位都是零嘛，最低三位都是零，按照舍入的规则我们就得出来把后三个零去掉就可以了。最后确定符号位，对这两个数来说符号位是相反的，所以最后乘积呢是一个负数。那么所以最后浮点乘法的结果呢就是负的 1.110 乘以2的-3次方。我们把它转换成十进制呢，结果是负的0.21875，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现在的一些就是说流行的一些处理器里面呢，都专门设置了浮点部件，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实现是什么样的，看它们中间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先看看 PowerPC。 PowerPC 呢它和 MIPS 相比它多了一条浮点指令，是浮点的乘加指令。为什么要专门做这条指令呢？因为乘累加操作是在很多应用里面特别出现的特别频繁的一个操作。而 PowerPC 我们知道就是说它的应用呢除了面向通用计算之外还会面向嵌入式应用，而这个乘累加呢在嵌入式应用里面出现的特别频繁，所以它专门设置了这条指令。这条指令的功能呢是把两个操作数相乘，再和另外一个操作数相加，然后产生一个结果。那么这样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那么在 MIPS 里面需要一个浮点乘和一个浮点加运算的时候，那么在 PowerPC 里面呢只用一条指令就可以实现了，而且它的延迟也和一个浮点乘法的延迟差不多。所以呢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它少了一条指令。那么我们说在 CPU 性能公式里面那个就是说那个执行的那个指令的总数就减少了， IC 就减少了。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由于对乘法运算，我们可以为中间结果呢多保留几位，那么得到最后结果之后再考虑舍入，这样的精度更高。那么用这条指令的用处主要是什么呢？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嵌入式应用之外，还可以用来实现除法运算和平方根运算。那么实际上 PowerPC 呢对这个浮点运算的支持也是很强的，除了增加了浮点指令之外，它的浮点寄存器的数量呢也多了一倍。那么它就是说有单精度浮点寄存器和双精度呢各有32个。那么 X86 呢是现在我们用的很多的一个处理器，基本上统一了桌面市场。那么它的这个浮点运算呢采用寄存器堆栈结构，那么它是一种典型的就是说堆栈指令。那么栈顶的两个数呢就是原操作数，那么结果呢会被继续保存在栈顶。
那么它的精度呢是80位的，而这个 MIPS 和 PowerPC 呢最多都是64位的。在做科学计算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特性是非常好的。正是由于这个80位的规定，所以所有浮点运算的时候呢都转换成一个80位的扩展浮点数来进行。那么写回存储器的时候呢，再根据这个结果是单精度的还是双精度的，再把它转换成32位或者64位。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那么的浮点数这个转换呢，不是由程序员完成的，而是由硬件在做这个浮点数 load 或者 store 操作的时候来自动完成的。所以这个对程序员来说是透明的。那么它所支持的指令类型也很丰富，包括什么呢？包括浮点数的存取 load store， 包括算术运算，包括比较运算。判这个就是说用在这个分支比较的时候，或者说用来确定这个精度的时候，另外呢还有一些三角函数的运算，比方说正弦、余弦，还有取这个对数啊等等其他一些函数的运算。对于 MIPS 来说呢，它支持 IEEE754 标准所定义的浮点数，它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指令，比方说什么呢？单精度浮点数的加减乘除。双精度浮点数的加减乘除，还有单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之间的一些比较运算。另外呢，还有一些浮点数的分支指令，比方说当为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分支转移成功，或者为假的时候分支转移成功。这个 BC 呢，就是 branch，就是这个分支，然后这个 C 呢表示 condition。然后 T 和 F 呢，分别表示这个结果是 true 或者 false， 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注意符来表示这个指令。那么它的这个浮点数的减法，为了支持这个单精度浮点数的这个运算呢，MIPS 设置了32个独立的浮点计算器，那么并且提供了2条浮点数的这个仿存操作，一个呢是 LWCL，表示这个。浮点数的这个存储器取操作，另外一个呢是 store 操作，就是 SWCL。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啊，要把两个单精度的浮点数从存储器取出来，然后做加法，再把结果呢写回到存储器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4条指令实现。这个和我们之前所接触过的这个整数运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我们把相应的这个 load store 指令以及加法指令呢都变成单精度浮点数的指令了。那么，分别是第一个 LWCL 这条指令呢，是一个单精度浮点数的一个 load，我们把它放到寄存器 F4 里面。第二个把浮点数 Y 呢放到寄存器 F6 里面，然后做加法和保存在 F2 里面。那么加法的指令呢是 ADD.S，然后最后再把这个结果写回存储单元 Z，用 SWCL 这条指令。所以这个对于浮点数运算来说呢，它这个指令数量甚至指令的这个顺序都和我们那个在之前整数部分看到的是一样的。那么再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把一个含有浮点运算的 C 语言程序编译成 MIPS 会得到一个什么 MIPS 指令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么这个浮点运算呢，它包含一个除法，就是5.0除以9.0。然后一个减法，一个变量 FAHR 的值减去32.0，然后这两个结果呢也是浮点数在做乘法，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首先呢，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常数5.0和9.0都放在存储单元里面，我们先要把它读出来，所以用2条 load 指令，接下来用一条单精度浮点数的除法指令 div.s 来做除法，然后再取这个第三个常数就32。然后呢，把这个浮点数的这个做这个单精度浮点数的减法，就是 sub 点 s， 用这个 FAHR 假设这个它已经保存在一个寄存器 F12 里面了，然后结果呢再做和前面的一个除法的结果呢再做乘法，就是用 mul 点 s 来做这个乘法。